他的性格啊跟我那些都特别像，就是很专一的那种。魏璎珞，我已经守你守了一辈子了，一辈子，下次能不能换你来守我，下部戏你守我。正直，然后我觉得他的性格啊跟我那些都特别像，就是很专一的那种。哎，这是一套喜服是不是？哇啊，怎么又哭了是不是？感人的，这是剧中的心愿，好不容易啊，就是终于圆了我们的梦是吧？这是傅恒的梦想，也是我的梦想。这一生过去了，然后我希望下一生还是你来守护我。我一定会。这样得体吗？不管不得体了。